是刚换颜色的吗？2014年12月7号，2:45，出发的是4101次哦，罗东发在江源香港树荫的，哎呦，8150一下，真的。要是你啊，要是你，明天什么日子？说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明天，明天，对啊，我的班次啊。你忘记了？明天我可以搭的班次。只是上去测试。当那个肉板。哦，你说3000型的。等6:46。要翻译。然后这台车已经失油。所以才会跳啊！他刚跟我讲，就他已经跟我讲，赶快爆料媒体，跟我讲，对，为什么会跟我讲啊？那是轰，这台，这台，四月号不是咚咚咚咚会跳，当然就轰，2014次哦，有没有像他发的呢？啊，能不能你们没有尝试啊？这个还没拿好。